他爸爸呀，啊，这么多年的，嗯，没儿子。对，这事儿就有点古怪了。你看等会儿，还没儿，你看等会儿，怎么爸爸没有儿子啊？我就是个神话。我爸爸没儿子啊，我的父亲没有我，我，你那，你至于我何地呀？怎么了啊？我爸爸没儿子，我哪来的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什么时候这什么话？这叫什么什么话？你爸没儿，你问我干什么？搞得好像我犯了什么错误一样。怎么了？我招谁惹谁了？跟我没有关系，你跟我都什么眼？这话你说的，这不你给说的吗？我说的什么意思？你爸爸没你之前没你。你猜我听懂了吗？就是你爸爸后来有了你了，才有你了。刚糊涂了。就是怎么说呢？叫你爸爸叫老来得子，你懂吗？啊，懂不懂？啊，不是。